注册这个 PhoneGap 账号，我想这个网址各位哈、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哈、哦。第一个是 build PhoneGap 的这个.com 这个网站，那如果你已经有账号，你就 sign in 就可以了哈、哦。就是这个地方登录，你的 email 信箱跟你 password。那如果你有注册一个以上，像我已经登录了3、4个了哦，然后呢，你就可以有好几个app 可以产生。那如果你没有，你可以 register。那 register 的话呢，哈、哦，这边有一个 free 的，你就选 free 的这个。好 ，register， 你就是第一步选这一个 register。如果你还要再注册的话，你就在 free 第二个哈。所以因为这个是 free， 我们只能选这个，除非你要付钱，一个月要大概10块钱美金的哈，大概折合台币一个月300块哦。然后会有25个，让你产生25个 app。哦 ，OK， 那这边选择 free 的，嘿。产生一个就是要注册一个。没有，如果说你一个账号哈。那变成说你要做产生一个 APK 档的话，那下一次如果要再产生，你就要把旧的那个专案删掉，删掉之后就可以产，还是可以产生，只是说变成你不能够暂存啦，你不能够啊，可是你的旧的网站还存在，如果你下一次还要再把它变 APK， 一样再把它传上，等于是它是一个帮你转换网站转 APP 的一个地方而已哈。OK， 选这个 free 的也有，其实也一个也 OK 的，那有两个哈。那一般我们选 Adobe ID 这个，那 Adobe ID 哈这个部分的话呢哈，它会需要有一个 Adobe ID 啦，所以哈，这个 Adobe ID 如果你还不没有注册这个你的 email 信箱还没注册成 Adobe ID， 你要先去怎么样呢？先去做这个 Adobe ID 的注册，不过也还好，所以你先这边进来对不对？然后注册完之后的话，再把你的 email 信箱再把它填上去。其实就 OK， 他会寄一个认证信 ，create 一个 ID， 哈，然后你把你的什么相关的名字加上去，哈，你的那个 email， 你的 email 信箱，哈，把它加上去，然后看一下，我好像还有好多个，好，然后 password。Request， 那 first name 哦 ，last name， 哦，台湾，然后 OK， 那按一个 create 就可以了。这些填完之后哈、哦，我想 create 应该就 OK 了。那他会寄一封信件到你的啊，再 accept 一下，哦，他会寄一封信件到你的信箱里面去。我想应该这个流程不会太困难。那你再到刚刚那个地，哎，这样就 OK 了。它就可以传了、哦、所以基本上那我们要传的话实际上就是 upload 一个 ZIP 的档案，也就是说你将来把你的网站做完毕之后压缩成一个 ZIP 的档案啊。不过特别注意、哦、这个按钮经常会故障，就是你按第一次的话它没反应，哎啊，这个时候就好了、哦、有的时候你按很多下才会有反应啊，有个重就是你重新整理一下有时候就 OK 了，那你再把你的网站丢上去，哎，就完成了这个练习。所以你上个礼拜的那个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修改好那个范例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了。那刚有同学问到说履历表怎么做了，其实上履历表如果你有现成的履历表你可以拿来做啊，哦，你也可以把你的上个礼拜的范例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履历表哦，那将来你可以如果有毕业的同学哈、哦，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app 变成将来可以放在你履历表，你可以放个 QR code 啊。然后呢，面试的时候呢哈、哦，当然面试官就会看哦，这有个 QR code 一定会问嘛，好、哦，然后问说哎你这是什么东西？你就说这是我的那个这个 QR code 就是我的履历表的 app， 好、哦，我相信应该是会是一个亮点，那他就会对这方面很有兴趣。因为目前有这个会做这个动作的基本上并不太多啦、哦、那甚至你也可以结合什么结合 QR code， 甚至可以结合什么结合你的 YouTube 啊，如果你够积极的话你就在家里拍一个 YouTube 的自我推荐的一个短片啦、哦、你也不用太花俏，就是有点创意，因为现在其实在面试的时候也当然会希望说哎这个就是来应征的人哦，能够有多元的哈、哦，比较有一点创造性的一些能力啦，哦，尤其你要应征的是文创相关的产业的话，那更需要这些能力，
因为文创相关产业本来就是需要什么，本来就需要他会懂得一些新的科技，而且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呢，能够把这些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是亮点，你们可以在这方面多花一些时间，是绝对是有必要的，好，OK，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把那个这个认证的部分先做在注册，然后像我是已经注册好几个了，好，那每一个都可以产生一个账，一个 app 出来，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哈，应该很够用的哈。如果你要做很多 app 的话，这个部分应该很够。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当然，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不够用，你再去申请一个 Gmail 账号。如果你好几个，像我 Gmail 账号应该至少10个吧，哈，你就可以产生10个这个 app 出来了。OK。